直接开搞吗？来拍个侵不侵犯肖像权的，我先说好啊。你被告了吗？奇瑞他举报我吗？啊，你这个比亚迪应该会，这个档次应该会。我是私人的档次哦。私人的搞烂的是我自己买单的、哦。再说比亚迪，我觉得档次应该会高一点，应该不会举报我啊。那个美女，不侵犯肖像权噻。不侵犯，那到时候就全网发布了嘞。好，啊、哦，没事。来介绍一下自己的车型。啊，我这个是宋 plus DMI 四驱的。宋 plus DMI、嗯、啊，四驱 AWD 的啊。对。一把过。一把过，试一下吧。啊，这兄弟也是网红啊，这个美女是。是网红搞着玩。哎，不要谦虚，到乘风破来的都不要低调。这美女，你看这个专业的设备，你看到没有？啊。那个搞上来的。要不要试一把？要不要试一把？你开啊？试吧，我觉得美女开的话，直接搞啊，更有挑战性。我说你，她如果开的话更有挑战性。如果她开上去的时候，那真的不得了。啊，有驾照没有？她有驾照。有驾照，等一下试一下啊。好，搞一把吧，怕什么？啊，对。来了啊！比亚迪宋，混动的。哎，兄弟，你把手机给你老婆拿着，你不啊、哎？对，这样不行的，你这样子怎么行的嘞？哎，你不要开玩笑，你真的是。你要过了，不，刚刚这里没过。很轻松，可以，下山一把过，上山刚才没有一把过，但我觉得他这个爬坡能力还是可以。过不了，要不你来试一把。这个垃圾胎太滑了，我操！我不敢了。你不敢？他那个车就是我刮烂的。你刮烂的，再刮烂一下无所谓了。那来试一把，我看看上去一把过。那你来吧。驾龄多少？驾龄啊，我驾龄只有两年。两年那不错了。你们是00后还是？我是90后的。哦，他也是90后吧？他也是90后啊，啊，今天两个90后啊，挑战陈波波，这是第二把，第二次挑战一把，好，这次过了，应该过了，一把过。上去一把过。哇，这次有点厉害哦。哇、哦。这也太猛了吧，你有点猛啊、哦、前杠干了，这是应该差不多吧啊，不敢下了，不敢下了，不敢下了啊，下来还是一把过不了，下来难得多，上去还是轻松，对，这个
乐山，四川乐山的周大郎，叫周大郎。哦，这个四川过来的啊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压力？没有什么压力。没有什么压力，上去还是蛮轻松的。日常操作。日常操作。基本操作。对，虽然没有上下一把过，但是还是上去一把过啊。差一点点下来。对。下来其实那个难度增加了。我这个原厂胎它比较打滑，我一踩了。现行胎其实前面没事，啊，没事，还好啊。刚才是不是拍进去了的？没掉噻，前杠。没掉啊。那个。文泽搞的，操作范围。你女朋友要不要开一把？她不敢，不开了啊。刚学的。那就 OK， 今天的视频拍到这里啊，欢迎大家关注王成博。感谢陈博大哥提供平台。没关系，没关系吧。拜拜，拜拜。